有人，你不要敲椅子，不好意思，他在晃。超无限进球，挑起来的。没事吧，他撞到头了。守门员头在摸头啊。他掉。
近啊、哦，近，这样也近啊、哦，边一颗右边一颗，这个近有点，你有看到吗？哟，没有了，它真的是有蛮弧度，只是很漂亮，我觉得。死了嘞，三四颗了。对。哦，这条漂亮。好球。这条漂亮。来。哎呀，再进有。漂亮哦，这条。听一下就可以。你这几比几的？应该五比零了。好像五比零，还是四比零，忘记了。有那么少吗？才上半场啊！是要比我们多吧？休息吧。不止了，大概六分五分。跟我们讲的是什么？台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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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
哥嘛。他先投过去，投挺一下，再挑一下。对对。哦，这样看不到你，到时候我会传里面给你，给你，你赖里面会有。对，要看。到你们赖里面会有啊。我有连结。那球漂亮。比赛就开始了，是让你在这里站在那里，一定会有流饭店在你的面上走过去的，我知道。可惜不巧，又起脚。你吃那个肚子饿了是不是？我过一个，两个，哦，差点。你要把那些东西配饭啊，那都太自然了，你不要放，就放不下去。没有多少。你去问教练，你跟教授现在录影，不好意思。
一样啊，不想长高，是不是？我比这个还要矮，一公分啊。对啊。你比这个还短，跟这个还要一样。
样才比较，因为它很远的。清楚归清楚，但是它比较扁，因为它太远了，画面会比较扁。那么高那么壮，就是因为他吃光光啊，对不对？看到没？吃光光。